鸭杂几桌？看一下，一桌，两桌。炒鸭杂没上水化了，没有人换呀。水这里化了，二号桌。这个是鸭杂吧？这个是鸭杂吧？鸭杂几桌？看一下，两桌。来，我们的鸭杂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这什么？鸭杂。鸭杂。鸭杂呀，鸭杂用那么多菜吗？哎。等一下，大叔，这个不是鸭杂是吧？这个怎么是鸭杂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是糊涂鸭，你鸭杂有那么大份吗？盘子不一样。哎，走不下来，有什么事？这个上错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鸭子。然后你们点的是鸭杂吧？对不对？对，鸭杂。那你们吃了吗？没吃，没吃，没吃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一会儿帮你们上号。好，我说这是什么鸭杂？这个也是糊涂鸭。你怎么能端这个上去啊？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你要告诉我们。那你要问我，你上菜啊？因为你盘子不一样嘛。嗨。那这个也是可以直接上的，这个不是，这不能上啊，这半成品呢、啊。OK， 好好好，懂了。来，什么好？我们不着急啊，大厨，我们现在很顺利，没问题，大家都很喜欢。根本不会着急，是你们乱上菜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不对。好，下次多问一句啊。好。大厨做饭太忙，所以可能脾气有点急啊。没事。嗯。大厨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可能比较着急，抱歉。不是，你那个要看菜器，一样的菜怎么会端错呢？哎，对，是不是？下次会注意哈、哦。